鼠年运气好，财源滚滚到，口罩要戴好，招财又进宝。大家好，我是篮球推荐红人小馆长，今天带来周三11点 NBA 湖人对战马刺。湖人方面，詹姆斯和戴维斯均可出场，全队仅重伤的考辛斯无法出战。马刺方面，阿尔德里奇伤愈复出，不过本场背靠背比赛不排除有局部轮换。卡洛尔因病缺席，而他也进入马刺潜在交易名单中。这场比赛湖人胜利的机会还是很大的，希望可以打出精彩的比赛，也希望德罗赞爆发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想要获取本场的盘口推荐以及直播链接吗？请添加下方微信获取。馆长不仅为您提供湖人对战马刺历史战绩数据统计，还为您提供两队分析预测、双方阵容等信息。篮球大队在这里等你哟。